湖中南浔镇有寡妇之子好赌，一日赋钱莫偿，欲母点衣与之。母云：吾欲往汝姐家，且穿道与汝可也。子遂为母驾舟而往。母素习衣，欲呆登岸而后服。子以母之服与也，怒与母教，审之于何？反谓一米，因因然闻雷声，即抵家，谓妻曰：素以大缸盖吾。妻问故，不答，乃强从之。而雷声甚细，终未震也。有请妻见缸边血水流出，怪甚，岂视之？夫已无手，但鲜血淋漓，今患淋漓至，人皆为其谋害，故谓狂语。乃驾舟后其孤至，欲明之官。舟至半途，有物碍及，乃一女尸扶起，手执人头，发碗直上。细视之，尸及其母，而头及其子。始悟其母为子所害，而是其父。按害母者，故柴捕之，不若究其祸根，乃因父前而始，然则赌博之为祸，亦列矣。安得长明者，痛除其弊乎？一鸾三。